原标题里有女儿时隔两个月首次更新个人照片，用一句话表达内心的坚强勇哥的离开，让大家感觉到了生活不总是美好的，总是有一些意外来得太突然。在他离开的这些日子里，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妻子哈文与女儿小李今后的生活状态。而在放出勇哥离开的消息之后，大家对哈导这个女人非常的佩服，毕竟事后我们知道了她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按照勇哥自己喜欢的方式离开，而且所有的困难与痛苦都是由她自己来担着。同为夫妻一场，哈导可以说是做得非常完美。之后没多少天，大家对于他们母女的牵挂，他也是通过了媒体平台表示了感谢与回应。发文这一生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一定会坚强的，而且还不忘记更新一下女儿的最新动态，那就是开始出了自己的新书，开始正式面对新生活。从女儿的角度来看，她并没有新的动态出现，直到12月28日的凌晨传来了女儿小李的最新消息，这也是在勇哥离开时隔两个月后，他首次更新个人照片，用一句话表达内心的坚强，而且晒出了一张自己的近照，非常健康而且阳光。照片中的他很帅气，穿着太阳背心露出了小肚子，而且斜站着他的似乎比以前更加的有男人气质了。在发文上面还配了一句，你们说的很对，当然显然小李这是在回应大家自己很坚强，生活很正能量，当然是要努力过好了。而回顾他前面的个人动态，上面这一张照片则是记录了他眼中的父亲勇哥和母亲哈文。